这个花50000块钱出的皮肤就是不一样，帅爆！你这是谁呀、啊？你这现在皮肤都没有，太土了吧？有皮肤又怎么样？当然不一样，你看看我这皮肤，你再看看你的。我告诉你，厉不厉害可不是全靠皮肤的。那这样吧，你把人机都给我杀了，我给你变马杀。你已进入刺激战场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去，哎，不是，你打我人机干嘛？这人机是我的，我好给你变马莎拉蒂啊！这你别笑，你又抢我人机，你这个人好烦呀你！哼！哼，让你抢我人机，我炸死你！毛娃、啊！伪装成人机骗下他们。哎，人机还敢来？滚！哈哈，我赢了！不要瞧不起人机哦，有时候人机也是伪装的大神，我告诉你。欢迎关注抖音，先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